并不期恋爱小天才教你如何谈恋爱。然后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，就是我在旁边见证的那个啊，是吗？对，就私下没有那么多话，没有那么多话去会去聊。他私下比我更吵，好不好？拜托。比如说，你媳妇不喜欢你开摩托，但是你为了你自个儿买那些东西，你得挣点钱。可爱，尖一点，又皮又温柔，健康的状态，看起来黝黑发亮。我喜欢他，但我会抱。看着你的照片，我的悲伤，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，还是会想你，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，我该睡觉。看着你的照片，我的悲伤，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，还是会想你，特别是晚上。